哎，嘿，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呗。想我干啥？想是不是想一下什么千军五万的东西给我来做啊？就吃个煎饼，想干什么等一下再说呗，先给我做呗。我有点不相信，我给你好，先做一个，先做一个。好吧。你这个煎饼等于就是全网穿的最远的了。太好了。这样吧，先加两个鸡蛋，一面要蛋清，一面要蛋黄，能接得下不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。哎，蛋黄漏了，蛋黄漏了。好了，挑战失败。你这吃的我今天做的不难吃的。没有，我今天比较老实。那你就老实。我其实还有个东西。啥呀东西啊？那还什么东西啊？那我们新玩个游戏，我带了爵位和甄嬛那个联名抽卡，只要抽到 SSR 卡，我就不加东西了。那我肯定能抽到 SSR 卡了。来，准备，嘿，就给一张呗，他多给几张呗，多一张肯定抽得中。那我再来一次，再来一张啊，嘿，抽一下，抽到没？不管，给你做吧。好，当，爵位的红宝石虾球搞里头，搞里头。耶，老板，我还没说我要吃啥，你就知道我加啥了。那到底吃啥呢？那就搞里头。哎，搞里头。酱油搞里头。搞里头。是的啊，搞里头。这个等下吃起来会嘎嘣脆吧？必须嘎嘣脆。老板，这个是在给他排兵布阵的，这是你的龙虾大兵。那你们接着唱什么歌？我也是讨厌的王八蛋了。我都唱神了，救救我吧！那不行，今天就算神了，那也要说出来。你唱歌里头。谢谢老板，下次再找你玩哦。好的，好的。